烧车哦。啊，在哪里堵车？路上。看一下，有救护车。船长吧。进来的地方，船长没有关系。我们从拉封锁哎。跟我们没有关系，那一条路是外线，那条外线，对，那个是要进来，从那个要出来，可能有什么大车祸。你看这辆车，看到这辆车没有？翻了，翻了，看，要车祸。计程车，计程车翻了，可能里面有坐人嘛，哈。然后，好，那一辆，这个时候警察在这边，是，真是，我们也看到了。拉斯维加斯警察是很多的，那我们等一下就过来。开车的人呢？要过去了哈。哎，过来。好，你讲了。真的。他是不是要肇事逃逸啊？啊？警察刚拿着枪指着开车的人呢。不是。那在副驾指着他哎。没有。不是。那一定是毒品或者是有一些对啊。我见识到什么叫做犯罪制度了。很像城堡的也是的，对对对，等一下我会走到他的前面去，金字塔革命哦，我们要走到他前面去，这叫什么？是阿拉法，就是那个圆桌武士哦，就是等一下前面有一个自由女神，自由女神哈，哦哦，过去，对不对？对不起，错了，没有关系，哦，应该这应该不是本尊吧？当然不是啊，本尊在哪里？本尊一个在法国，一个在纽约。有两尊，这边是胜利女神，这叫做纽约女神，它叫 New York 的赌场，那个是 MGM 这边高美赌场，这边是好，我们等一下，大姐你有在这边赌过吗？我不一定要进去赌，现在拍拍照，对，拍照。都是过了，好，都慢慢来，没什么事。这是圆桌武士哈，然后我们就进去赌场。最左边的哈，对，等下去最左边，大家好，不要转。我现在带你们去看那个，每一次的拉斯维加斯就有一个牌子，叫做 Fabulous Las Vegas， 那个是一个 landmark， 怎么讲呢？里程碑，就是每一次。一说到一个地标，就一个地标，对，地标。我们现在要去那里。OK， 好。因为。